最近 Zero Base One 舞蹈练习影片在网络上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关注，不是因为该团体编舞令人印象深刻，而是因为眼尖的粉丝们注意到在影片背景中有两名工作人员在接吻。当 Zero Base One 成员全神贯注的练习舞蹈动作时，工作人员在后面的沙发上，一名男工作人员将头靠在女同事的肩膀上，动作看起来十分亲密。粉丝们猜测两人接吻了，虽然关键时刻被成员挡住，但这段影片很快在网络疯传，有些人觉得很浪漫，但部分粉丝则表示失望。怒批 Wake One 团队很糟糕，完全缺乏专业性，怎么会在偶像努力练习时在旁边谈情说爱，真的让人非好干。 Steph 公费恋爱很不恰当。